人生命它有年龄限制，年龄限制的话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因为我到医院咨询44岁是他们接受人工受精的最后一个年限，所以这个时间的紧迫性也产生了这个在这么紧短的情况下产生这个作品的一个原始动机。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拿，拿完以后自己放。你企图把男性工具化，就是嘛，而且他还所以男性们在挣扎。萧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忠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愿意吗？大声地告诉我们。我愿意。今天他结婚了。What this? You make me drunk. Thank you.